大家好，我是陈森，我是 KKBOX 音乐志三月号的封面人物。摄影师也应该是双鱼座，对呀、啊，他一直很陷入一种自我思考当中，这真的是，然后一直带着我们在东荣里一日游，他号称快门王子，周杰伦自由摄影师，希望不要把我拍得太像杰伦。担不起，但是选不上你家。是因为杰伦的叔叔也住这里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我怕他在游泳池的时候还裸体还骂我，就说：“我你顶哪去搞的？要嫌我杰伦啊你！”担不起。